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叫来买快，我们今天要来当黑猫宅急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西宝。大家好，小光。今天我们来玩一张台湾人做的地图。然后台湾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森林快递员。这是一张送给朋友当做生日礼物的地图。有这种朋友真好，让我想到啊，在一年前左右的时候，送给羽毛的一张很好玩、很好玩的地图。哇，真的是一辈子难得遇到的好朋友啊！那这张地图里面呢，我们是一位快递小哥，使命必达，什么都送，什么都不奇怪。不过被卷入了一件神秘的事件当中。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啊，如果宝宝们喜欢这种有趣的台湾卖快剧情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那今天如果你有在影片里面点喜欢的话，你以后去夜市玩那种蟒包的时候啊，你都会抽到价值连城的东西。那例如你花个100块钱啊，然后就抽到。一百万的东西，对，就是这么神奇。什么是蟒包？啊，你叫蟒包吗？蟒包就是那个你去夜市啊，然后、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哦，我以为是骂人的那个。不是，这个蟒包，蟒包，它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如果你寄东西啊，那你寄过去之后没有人收，然后退回去之后又不知道退给谁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包裹啊，他们就会就是卖给，就是趁机卖，然后卖给那种夜市的人啊。你去逛夜市的时候啊，你就会看到就是他们也是趁机卖，就是看这个东西多重，我开啦。他说白痴哎，他说白痴哎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那种夜市会有人卖，就是没有人领的那些包裹啊，你可能抽一抽就抽到 iPhone 啊之类有的没有的东西哦，哇哦的啦。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呢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怎么玩好了。这张地图最多支援三个人，那我来当二号玩家好了。然后三，对，我们右边都不用拿了，我们就拿中间的三套就可以了。哦，来看一下作者，左边这一位是建筑师，中间这一位是企划跟资源，右边这位是技术人员，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好像有什么测试，有几个包裹就丢几个，切记邮差不是这么好当的，包裹要确切的丢到漏斗里面才会发出讯号。好，那箱子里面有练习用的包裹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个包裹，那就交给我先来丢好了，我扔进去。好，对。好，好，那旁边是成就列表，这边有小吉的内裤，精灵的什么？万恶之龙的头，然后迷茫的诅咒讲台，飞天鸡的神蛋，这个是这地图里面的5个成就。那旁边还有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？哥哥的瓜子，这个是哥哥吗？可投喂，求收养，这个是被罚站的弟弟。弟弟说。哥哥，我错了。哥哥是这只啊，哥哥是白痴，这是白痴弟弟。白痴弟弟。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好像有故事的样子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的故事。主角的名字叫做小吉，他的梦想是成为超级快递员。哇哦！他很喜欢自由奔放的感觉。有一天呢，蟹老板发现小吉的潜能，于是给他了一个任务。如果他完成任务的话，就可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快递员了。OK，任务一，送件给熊掌镇的居民，并拿回收据还有快递费。二，完成居民的请求。好，注意事项，本地图的范围不大，然后请跟着剧情走。那游戏规则巴拉巴拉巴拉，设定成冒险模式。那准备好，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3、2、1，Ready，Go！森林快递员小吉的前记。又是新的一天吗？老板传简讯来了，哔哔啵，哔哔啵。小吉，恭喜你进入我们公司的试用期了。若你完成我所交代的工作的话，就可以升格为正式员工哦，上任当副部长。我说：“请到我舰队床边的箱子里啦，助理试试顺序哦。”谢老板留。他是那个老板。不要问，在我半夜的时候。不要问。我的箱子里面有一个送件顺序，必须先到私人农家，再到精灵树屋，再到休息小站，再到森林路13号，之后最后到总部。OK， 然后还有爸爸的钓竿，再加上饼干。未看现在爸爸已经挂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 no. 这边有4个不一样的包裹，我们一人拿一个好了。那我都不蛋蛋，这样就有4颗蛋了。好，那这个我要精灵拉拉。那客栈老板跟神秘客交给我好了。那送件顺序我就带在身上，这样我们随时可以看他。好，那钓竿呢？我们要钓竿呢？放在家里，也许爸爸回来想要钓鱼之类的，有没有？爸爸不是死了吗？走了吗？这个是暴龙蛋呢、欸，暴龙蛋跟暴龙蛋、中世纪蘑菇标本。哇！我们往外走。好，我决定今天开始冲业绩，成为最佳员工一定是我。虽然爸爸一直希望我继承家业，大小鱼通吃集团怎么听起来有点色啊？但我有回报。
注意，请走在设计好的路上，随着路标前进，以免迷路。感谢你的配合。好，好，冒险去哦。欸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欸，这是鱼池，爸爸就是在这里溺水的。不，爸，我不想死。走啦，送快递去啊，送快递去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前面有路牌，欸，往左边走的话是，哦，熊掌镇是在右边，事不宜迟，走吧。左边走的话是森林小站、墓园跟爸爸。回来，回来啊！往右边走的话是熊掌镇、私人农家跟精灵树屋。OK， 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是有精灵的，是不是？好哎，欸，精灵的妮妮，有两条岔路，左边好像有房子，可以进去看看，是不是农夫啊？哦，哎，欸，有可能哦。他刚刚前面有写农庄往左边走，可是来到这边路牌，他就变乱码了，欸，哎，欸，这会不会也是一种，就是你玩到一半，然后地图会开始爆炸那种？哦，右边前方有一个小径，可是却没有路标说通往哪里。建议先前往精灵树屋，送完货物之后再回来。那我们先往这里走好了，这里可能是农夫的家。这是农夫的家吗？怎么看起来有点可怜？哎呦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第一天上班就遇到命干。Oh my god！ 喂，这个家伙是战神，是不是？不不不，这个家伙是战神里面的一位。哎，欸，对啊，对，他是神哎，欸！哇，私人农家，这里竟然有农家的广告，看来就在这附近。我在猜啦，应该是农夫，农夫他是凶手，我一看就知道农夫是凶手，他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插他的那个广告，结果被这一户人家看到，然后他们就有争执，然后之后吵起来之后，农夫就把这个家伙给干掉。大概八成的剧情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世界怎么了？私人农家，有机天然，无农药，你可以想得到的蔬菜应有尽有。好，哦，那有卖精灵吗？哎，欸，怎么觉得有点吃的东西？看来这里就是农家了。哦，他有铁巨人在帮他忙哎，欸。哇，我去送包裹好了。那个什么农家蛋蛋哦，农夫蛋蛋，农，夫蛋蛋在你身上，在我这边。哟嚯！我的包裹来了，谢谢你啊！我就是这镇上新来的农夫蛋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有点忙，可以请你们到屋子里拿收据跟钱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我这就去拿，你忙你忙。OK， 那我们的包裹要直接给他吗？还是好吧，拿完钱再给他，你不要乱丢呢。先拿钱，先拿钱吧。我也觉得先收钱比较好，先收钱比较安全。一钱不合把我们干掉怎么办？私人农家的村庄。哇，这种混着美日风格的房子是第一次见到，什么意思啊？欧美日风格，三风格，欧美日，跑酷有益手指健康。来看一下钱有没有在这里面，没有甜美，有苹果，有一些南瓜派之类的。他感觉没有在做一些什么龌龊的事情，欸，哇，楼上走好了，欸，只有一张床，可是外面却有三个人。诡异，也许在他的床头柜啊，没有哎，欸，好可爱的娃娃，我找到一个不明的娃娃，小光妹妹，这个给你，耶，太可怕了吧，好奇怪的娃娃，拿好啊，拿好这个娃娃 ，OK， 所以跑酷是要往啊，我知道了，结果一下怎么跑？脚啊啊啊，楼梯跑酷吗？简单的跑酷，简单的跑酷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哎呀，钱放在这里啊。我拿了50块钱跟一个收据，欸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欸，不对，这个是小光。哎呀，原来我把我收据跟钱放在这里啊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对了，我还想请你帮我打听一种花，叫做彼岸之墨，因为我啊，除了耕田蔬果以外，也喜欢这种花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客人常常来问我有没有种这种花，那你知道它吗？是明巴塞呢，我没有听过这种花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，欸。哦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现在镇上像你这样年轻人不多了。那我有事先忙了，先走了。欸，有机会再告诉你消息呢。我完全念反了，有消息再告诉你机会呢。欸，不对，有消息有机会再告诉你呢。吃到我口水了。彼岸花不是那种，就是你在死前的那种末路上才会看到的花。彼岸岛了。哦，太血腥了，好看。那包裹要给他了吗？还是拜拜？哎，快递员。好了。你觉得里面是什么啊？我在猜里面可能是一些清洗犯案工具用的东西。我猜应该是那户人家的手脚吧。我靠！哇哦！所以我有收据，我有钱了。那我们把收据跟钱交给小光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yeah， 交给你保管。好哦，好哦。下一。
个我们要去的是精灵小屋。好，我们去送精灵小屋的东西好了。精灵小屋的包裹在小光身上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精灵小屋的话，没记错，好像是往左边这个地方前进，前面是精灵树屋。然后这个小径我们晚点再过来。毒蜘蛛出没，请小心。好，好，我是有带武器啦，防身匕首。这边有往左走是精灵树屋，往右走是精灵王的白塔。我们去白塔，我们去这里去找我老婆。哇，她是精灵拉拉，一定是女的。我老婆精灵树屋，她看起来有点像林克哎、你好，有你的信，请签收。哎呦，真是太棒了！我的点数需要终于送来了，辛苦你了！哇，天哪、啊，没想到镇上的精灵居民居然是阿宅，是我的妹妹呢。对啊，咦，哎，你怎么还在啊？收据跟钱在箱子里面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有包裹，想请你帮我送到精灵王爸爸那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对了，我想顺便跟你打听一下，彼岸之末的下落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为什么你想知道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帮其他居民问问看而已。我是一个新来的快递员，举手之劳而已啦。呵呵，彼岸之末是一个会让人产生幻觉、上瘾的植物，我劝你离它远一点比较好啊。那你，既然你是刚刚才来到镇上的人，我有义务告诉你这些事情。哎，请说。熊掌镇以前啊，是一个繁华贸易的中心，后来却被一些外来的黑心商人收购了土地。把镇上的居民都赶走，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模样。那如何多？那跟那朵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说过了，那朵花会让人上瘾，有人会……你没有说过啊？我有说过，你没有说过、啊。总之，有人买就会有人卖，所以留下来的居民都是他们的会员，也就是现在的暗焰帝国在把持这朵花的买卖啊！啊，我去哪里加入会员啊？啊，等等，哎，难怪路上连个路人都没有，原来是在吸毒啊！等等。那我不就是有在运毒的嫌疑了吗？这个情况我也不清楚，所以只能靠你们帮忙查明真相了。你放心，我爸爸是专业的刑警老手，你也可以找他帮忙。木木警官，我不是秘密警官了。这个包裹是我近年以来搜查的资料，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我愿意帮你们调查，但你要保护的安全啊。出发前往精灵王的白塔。哦，失望，不是女神，好像被卷入了奇怪的世界。包裹给人家了啊！好啦好啦，点数卡点数卡，这边有精灵王的包裹。羽毛，你要不要拿精灵王的包裹啊？好啊，翻人家的东西，钱跟收据我拿走了。现在还有谁会去把那种点卡用那种邮差去运送过来？都网路上直接买就好了哈。对啊，这边比较古老啊。走吧走吧，这边有一个箱子，拿得到吗？卡在里面了、啊，好不舒服啊！什么东西拿不到，好崩溃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可能要绕到对面去吧。走吧，我们去找精灵王爸爸，应该是在精灵王白之塔这个地方。往前插入，插入，插入，往左走。插入不是插入，插入。哦，塔嘞，塔嘞。没有看到什么塔。哦，正前方了，正前方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一座，我的塔。也真是有够短小、这王也太没尊严了吧！精灵王白塔 ，Hello， 哦，这看起来像是女的、欸。金翼先跟精灵王对话完再离开。好，哎呀，是拉拉送来的包裹吗？嗨，是的，警察大人，请你签收。看来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沉重，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还好啦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本来以为你的就是儿子是女生，但结果他不是，我现在心情很失落。原来如此，其实啊，我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，他也有时候长得像女的，不是、啊？其实我现在也想要找一个帮手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帮的。好。那我最近啊，这暗岩公司附近有两个现行犯，但却找不到他们身上任何交易的证据，他很有可能藏在他们交易的地方，所以是要我去把证据给找出来了。没有错，嫌犯都在楼上了，你可以透过对话来套出一些线索啊。你为什么不前进去？我是路过，我送包裹哎、欸。我只能站在这里，我没有办法动。了解，这件事情就交在我身上吧。收据还有钱在楼上的箱子里面。好，包裹，包裹给他好了。你觉得这包裹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包裹里面可能是彼岸之末，他其实根本也在啊、哦，也在吸，也在吸吗？哎呀，黄金会员，走，我们去楼上。我看到了。啊、哦，嫌犯，这看起来好像小光，左边这看起来好像羽毛哦。那你就决定这样配了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肚子饿，
快点送我吃的、啊。我只是送快递的实习生，想跟你们别交流别交流了。你以后不知道想干嘛啊？我是快上年到的，快起来，这老屁股。大哥，我也不认识下面的大哥，我只是上来拿收据罢的啦。真的吗？那你快点放我们出去，我没有证据，不要浪费这么大时间啊！抱歉，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但是我可以再帮你在外面做事情啊！快拿彼岸之墨，我快不行，不行！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东西在哪里，不然我怎么帮你们？就帮你们啊！在，凤小怎么想活啦？你怎么闭上你的狗嘴？不然我告诉教主啊！不行，我好痒，我快不能呼吸了！爷爷奶奶那边搞的还说说还没救啦！地牢哪里的地牢？他身边害死，现在我不能回去了。为什么啊？只是说彼岸之花在地牢里啊。你当我傻了啊？算了，就让我这里待一辈子还比较安全呢、啊。大哥，我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回头是岸啊。你不用管我，反正你已经到你想要的，滚，给我滚！在森林中寻找暗夜公司的地牢。提示走，刚刚看到了小静。好，我真的只是上来拿收据的，对不起，我要下楼了。包裹给精灵王了吗？哦，给了。我们走回旁边有一栋屋子，哎，这是什么屋子啊？好像肉粽哦。你要干嘛？肉粽屋？肉粽屋？这个屋子是海带之家。喂啊啊！原来是海带、啊。有个箱子里面有精灵弓，哎，拿、哦、我拿、哦、精灵弓，我拿食物好了，跟一个靴子，我拿一个食物跟靴子。那精灵弓交给羽毛比较会射。拿好之后我们就。那吃饼干，我们就往回走，好像要走回原本的岔路，对不对？走，出发！我可以干掉这个熊掌镇的小猪跟小羊吗？不要啦，不要那么坏啦！对啊，精灵屋往这里走，那个岔路好像是往回走之后的这一条哦。OK， 哎呦喂啊，真复杂哦。幸好还蛮会认路的。前方高能，正要有武器提示，会在森林中的废墟搜寻。哦，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废墟。以重新记录重生点。好，出发喽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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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听到声音，这里看起来像是已经是废弃的摊贩了，很诡异耶。这边有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坏掉的精灵汤，就是他戴好可爱的帽子哦。有怪物，他戴好可爱的帽子哦。哎，我们要跑了！往前移动，往前移动。前面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暗夜公司了，对不对？哦哦，有点破，旁边有写字，哎，好暗哦，好暗。上面写什么？勇气可以克服一切。What？ 哎呦，蜘蛛，我们直接进到暗夜公司里面去看看好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哎呦喂啊！直接冲过来就可以直接跑过来了。等一下，骗我！哎，我怎么笑死你们？笑死了！可恶！笑死了！我来了！为什么肚子好痛？小心！你好坏哦！哎哎，公司！哎，白痴啊！等一下！你认真！啊！笑死了！走吧，我们上去吧。这里感觉 ，Oh my god！ 交给你们了，再见了。Oh my god！ 交给你们了，我上去了。快回报上级！哎呦喂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到塔顶了，你们加油哦！塔顶有一整套装备哎！真的吗？假的？上来！有一整套装备！耶！拿起来！我们换一套。哎呦，我拿了什么肮脏的东西啊？耶、okay, okay. yeah, ！我喜欢肮脏。OK OK， 把东西收一收，还有三颗金苹果跟食物，就感觉等一下要打 BOSS 的感觉。哇、wow, okay. ！还有盾牌，彼岸之盾。哦、oh, ，好像有点地位。拿两个。就有一种拿了魔王的装备的感觉。然后下面好像还有一个箱子，对不对？我刚看见了。箱子底下是哦，地牢钥匙可以放在铁砖上面，还有金苹果在里面。我哪都拿。找到钥匙了，地牢好像在很烫的地方，很烫的。哦，楼下吗 ？Oh my god！ 你们怎么没有清干净？我们怎么打得赢了？我们没有要清干净的意思、啊。这个楼下不好意思，很烫的地方。楼下这个地方烫烫的，会是这里吗？有下来的吗？地方吗？哇、wow ，应该不是岩浆啦，但是你下来干嘛？哎呦喂、哎！我在猜会不会是这里啊？
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有点烫，捅你一下啦。我要拿，可以直接站上来。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塞。我听到机关打开的声音。这里，这里，烫烫烫烫烫烫烫。咻咻咻！哇哇！我们潜入地牢了，我们潜入地牢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他在干嘛？这里是监狱耶，陷阱哎、欸，哦，是监狱耶，好大啊、哦！零零三、零零四号房跟零零三号房，零零三、零零三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钻下去哎，我钻下去喽、哦，看到便斗就要钻一下，里面有、哎，里面有小光最喜欢的东西耶，真的吗？嗯，我来看看，有看到箱子吗 ？No, 不，零零三，我进去零零三看一下好了，好。哎呦！哇、哦，这是不是都可以钻下去啊？也许没有消化完的噗噗，好恶啊！挺可爱的，还有还有其他东西吗？走开啊！我要进去。零零二，我去零零二看一下。好，这每一个都不一样的名字哎。这个一样是没有消化好的噗噗，不过有，哎呦喂啊，吓死我了！哇、哦、哇、哦哦哦，可怕可怕、啊！走开，好看好看，我们每一间都看看一下好。零零一，好，这应该是零零一对。我下去看一下了，我们是不是都没有找到成就啊？对啊，酷毙了！怎么办？这什么地方？哎、欸，黑曜石会出现不好的东西。我进来了，是一个是一个仓库、欸，下面的东西可以打开。哦、肚子饿的话可以，我、哦、打开这个箱子，它会打开这个、欸。哎，它是机关门、哦，可以往下走。这边有一个借腹盒，没有东西，好复杂啊、哦。这边也没有东西。这可以往下走吗？哦，可以哎、欸！哦，哎、欸，我下来了哎、欸！下去下去，下面有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铁砖。哦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啊，我要这样上啊！你们可以帮我打开，你们可以帮我打开，帮我开个箱子啊！从这个地方让我上去啊！从这个地方让我上去。啊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？羽毛这里，羽毛这里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可恶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没有。之后，狱卒的房间在哪里啊？应该是在啊这间啦，这间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狱卒休息室。小蜘蛛不是小蜘蛛，小商品。OK， 有了。狱卒的钥匙，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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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解决一下，我在找钥匙。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跑进来，跑进来，跑进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好好好好，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，干嘛？想干嘛？哦，平安之花，平安之花，这里我要吸一下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有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，我打不开箱子，箱子里面有，站在上面比较安全，里面有，哦，果然，快递总部已经被入侵了，赶快回到总部警告他们，里面有彼岸之末的粉尘，然后快递总部的客户遗留的制毒秘密文件，还有人头账户，嚯，我看，哇，所以老板你是坏人呢、欸，哎、欸，老板，天哪、啊，老板，老板你是坏人呢、欸。爆了，快爆嘞！痛，好、哦、痛修修！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应该是走这里，直接跳下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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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啊，这里根本是怪物的营地吧？真的、啊，爬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去休息小站，然后再到森林十三号，好、哦，然后最后再到总部。所以休息小站的话，应该是在离熊掌镇的另外一边。其实熊掌镇里面也没什么人、欸，它不是熊掌镇，它是。它是就几间民宅而已，熊掌市区。往左边走的话会到爸爸的墓园，走吧。Oh no！ 爸不，老爸。旁边这边是废弃的屋子，还是我们沿着路走好了？作者说要沿着路走，我怕随便乱走的话会走到奇怪的地方。好，到了哎、欸，这里是休息小站哦，刚好到这里，我去送东西呗。好 ，Hello。哎呀，是你啊！包裹放进漏斗，收据跟钱就在箱子里面，招待不周，抱歉啊。哎、欸。跟你说，上次那个快递总部送的包裹有够恐怖的，那里的柜台人员都怪怪的，递给我的签名的时候手抖得跟嗑药一样，态度还很差。哦，你是说墓园旁边那栋绿色的、白绿色的建筑吗？上次我想进去的时候被一个很奇怪的黑人给拦下来了，他跟我说里面很危险，叫我没事不要过去啊。哎呦，听八卦，听八卦，哎呦，听八卦，吃瓜吃瓜，可以去楼上吗？好、啊，楼上有。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看着他的眼睛。哦、oh, ，休息的客人，哎呦，这个地方也太破了吧？对啊，对，好挤啊！他是直接打地铺哎、欸。哦、oh. ，室内请勿吸烟。这边有箱子，箱子里面有食物、烤鸡，好多烤。
哦，他们大学生欸，错综上村到底想干嘛？什么都没有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不是约好要来自己冒险的吗？这就回家算什么男人啊？你算什么男人？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整栋村子很不对劲吗？的确有点危险，不然就不要去找了啦。不就什么花？哎，一朵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那数字够我们喝吃玩了三十年了。对，你刚刚前面那个大学生第一次女生，怎么突然变性了？变性了，变性了！哇，我可能会变性啊！C突然变女生？屁啦，怎么可能？那岂不就是赚翻啦？每个谁都不一样。拿点肌肉，拿点肌肉，然后乱了。哎呦，不要吃兔兔。大学生都在练习吃兔兔，旁边有兔肉啦。那包裹要丢在这个地方，我钱先拿走了。然后你的话应该是客栈老板的包裹，有了。哇，使命必达哎，真的是被卷入奇怪的风波里面的，太可怕了吧！再往前走的话，感觉前面的路越来越令人发寒。听说神秘客好像居住在墓园附近，在墓园寻找神秘客。左边是墓园跟快递总部，所以熊掌村也是一个，是一个在森林里面坐落的一个村庄哎。哎呦！爸、哦，不是，那不是，跟他爸爸，哎呦，爸爸！哎呀，你终于来啦，邮差小弟啊！抱歉让你久等了，因为在路途中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知道你们即将面临更大的危机，想必你已经知道镇上的事情了吧？等等，你是说我去总部的话会有危险吗？如果你愿意相信我这个陌生人的话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可是，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？我曾经是暗岩集团的一员，负责杀掉那些不听话的人。这什么八点档啊？哇、wow, ，不听话！那你帮我有什么目的吗？我要你帮我报仇，杀掉那集团的头头，也就是快递总部的老板。那你什么？不，就等一下老板说 ，I'm your father。No， 不行，我办不到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快递员，没有杀人的理由。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果然还是要你自己亲眼见到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东西我放在这里，我不跟你结婚了，再见。那我还杀羽毛了，羽毛去死！都是关我屁事！你们蟹老板吗？杀死你！没有箱子啊！盗墓，盗墓，盗墓，盗墓！盗墓，盗墓，盗墓，盗墓！送你一朵花。哎呦喂呀、啊，甜甜甜！哎呦痛！不好意思，好，应该没有东西，我们再往前走。哦，前面就是总部了，总部看起来像是金字塔、欸。Oh.三角形，光明会，我知道这是什么。快递总部，我们会来。哎、欸，警卫北北 ，Hello。哎呦，小吉啊，工作这么快就做好了？是啊，警卫北北还没有下班哦。啊，快下班了，再过一个小时。有了，比我们之前玩的那一张，就是还要30个小时才下班的好多。辛苦、哦。哇，自动门哎、欸，哇。哇哦、这里看起来挺不错，这个是成就吗？我可以把它敲下来吗？啊、好像不行哎、欸。好呗，没关系。行政人员，他的眼睛紫紫的哎、欸。记得把拿回来的收据放在我的身后的箱子里啊。好的，收据的话放进去。小光身上是不是有一个收据啊？你是不是有进去啊？嗯、好，你把它塞进去吧。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某款游戏《Final Fantasy》里面的怪物哎、欸。这个把收回来的钱放到我身后的箱子，感谢破行。我直接干嘛？可爱啊！有，我把点钱放进去了。那我也把我的钱放进去。他看起来头发有点苍白。哎呦喂啊！没事，不要随即在这边乱晃啊，小子。OK OK， 恰北北，恰北北。我靠！哇！真是，我就看你为什么要在室内戴墨镜啊？有点奇怪哎、欸。你抗拒。这边有箱子，箱子里面有回复药啊！痛啊痛啊啊痛！好了，陷阱吗？不是陷阱，我被起来了。陷阱 ，no！ 我看这里好像没有东西了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些箱子哦。漆黑效果，这个到底是 ？Oh my god！ 好可怕！不要让开箱子比较好。哎呦喂啊！白痴啊！我好想再开一次啊、这个总部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好好玩啊！可以往楼上走吗？这惊喜箱多久啊？15秒的凋零！哇！再见了各位。好久哦！再见了各位。快吃！楼上走好了。还有秘书哎、欸、，Hello 秘书。哦。为什么秘书长这个样子啊？出到什么配？机密见钱板吗？等你准备好再来跟我说吧。OK。我
说打 boss 前的东西啊，准备好了，有一种 RPG 的感觉，真的。这里是什么会议厅？哇、哦，他们连会议厅的桌子上都摆那个彼岸之墨哎。哇哦，吸爆吸爆！好痒、好痒，好痒太嗨了吧？好会哦！好来，我们今天去见老板喽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喽，三二一，嗨！哦，好可爱哦！你嗨，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那个，请问你是暗夜公司的老板吗？这是一个小小员工该知道的事情吗？是，我有权利知道公司的背景。你没有权利隐瞒我，因为我是公司的一员。那好吧，我其实只是一位股东，暗夜公司和快递总部都是我在操持的。这样的答案你满意吗？原本的老板呢？啊，那些彼岸之墨是不是你带到镇上的？老板在镇上放，是真的老板！哇！Oh my god！ 我说了算，你一个快递小子，以为你能阻止了我吗？你是真的老板？哦，糟了，小智危险！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老板啊？太多人了吧？哦，老板是那个召唤师Oh my god！ 召唤师的打法就是打他们中间会有隐形的部分，揍他们中间隐形的部分。隐形呀呀呀！隐形的部分，隐形的部分，隐形部分有看完，有揍隐形的地方，揍隐形的地方。什么乱揍？对，通常都会在中间，通常都会在中间。啊有我们干掉一个，我们干掉一个，记得可以吃个金苹果哦，如果快挂掉的话。OK， 我先吃个。哎行，结果一下哦，小光，大概是在这附近干掉一个，这里剩最后一个，剩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夏利亚，打掉了，耶！出问快递英雄，拉拉熊，拉拉好大只哦，好可爱，精灵拉拉，对耶，精灵拉拉，是精灵拉拉。帮忙还记得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影片开始的时候吗？有说到这张地图啊，它其实是一张做给朋友的生日地图，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送给他朋友的生日地图。在他最后的时候玩完这张地图啊，他就进来这个地方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作者，外面那个作者啊是假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作者，一个叫做晴子酱。一个对，跟老板一样，一个叫做迷彩酱。好嘞，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按到这喽。有没有 Bob 会在我生日的时候帮我做一些地图，然后投稿给我啊？那如果 Bob 们喜欢这种有趣的台湾的地图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见哦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